六榜首。七吞首。八内外搭手。九三品掌。十扑翼掌。十一白鹤寻湖。十二圈手。起咏春拳第一套拳，小念头，小念头，咏春拳的基本套路，小念头是主拳，是意念拳，顾名思义，念应在先，小念者便是学艺者对咏春拳如何打得精妙，这一念头非常重要，因此以拳名作为警句，不论你学习得如何，就算学得很高深，但揭示給別人看的都一般都是以打小念頭套路為準，小念頭打得好便是你對詠春拳的基本動作做得好，以後各套拳或棍都拳得益處很大，所以此拳一定要練得熟練準確。Yeah.
咏春拳基本脚法及步法，此式是由一些散式组成，是主要练习咏春拳的基本脚法和步法、走马及对练招式。下面由何教练和莫教练表演。第一，三星锤扣立手对练。第二，枕手三星锤对练。第三，立内外联手签锤对练。第四，葵锤对练。第五，扑翼掌三星锤对练。第六，推手对练。第七，拉腰对练。第八，壁步。二角马。第九，内外圈马。十一，乱步尖锤。十二，蹬踢腳。
咏春拳第二套拳沉桥。咏春拳的第二套路沉桥是主消解拳，这套拳的名字便是沉别人的桥。正如俗语说，无桥问有桥，那就是说对方发有桥来时，你便设法受他出招，沉他的桥。沉到桥后，你便以横破直，以直破横的道理去消解对方的来拳，这正是以点搏长的一套拳。下面请何师傅表演。咏春拳第三套拳标指，咏春拳的第三套套路标指是攻击性的，是以反击为主，以长搏短的攻击套路拳，是有很高深的武艺学问。现在请何师傅表演。
散色对练，此色是由一些散色组成的对打练习，是主要练习咏春拳的练手知觉，为碌手训练前作准备，目的是使学员通过对练熟习咏春拳的搏击招式变化，并得到初步的认识。下面由何师傅和莫师傅表演。第一，礼手对练。第三，执手三星锤对练。第四，半摊绑对，僵手对练。
第五，內外叩首對聯。第六，榜首对子五锤对练。難守對子五锤對聯。第九，外追形象對聯。第十，內追形象對聯。十一，內外聯手轉七字連環扣。
十二，圈手底面掌转给争癸锤。咏春拳碌手法门。咏春碌手是咏春拳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训练项目，也是咏春拳的精华。碌手的作用主要是锻炼掌底劲力及翘手的变化，凭皮肤知觉的敏捷反应。其中贯穿了咏春拳的摊、伏、绑、争四个手法，是主要训练短桥搏击、黏手、擒拿、摔打、封眼、锁喉、打穴等手法。通过碌手，把每一招式能消化糅合到实际应用中去。下面由何师傅和莫师傅表演。Thank you.
六首入门十二式，下面由何。六首入门十二式，下面由何教练和莫教练表演。第一，立内外联手。第二式铲底桥，第三式铲面桥。第四式圈手底掌。第五式圈手面掌。
第六式单拉手，第七式双拉手，第八式打掌，第九式偷弹手，
好。第十式吸爭，十一式吸手冲除，十二式攔手倒綁衝除，
六手十二法门手变化，下面由何教练和莫教练表演第一式爱念手转铲面桥。第二式爱念手转铲底桥。
第三式，外廉手转更手过膊。第四式，外廉手转批争。第五式，内廉手转更聚手。
啊。第六式，吸手转耕手过膊。
第七式吸手转铲底面钳。铲面桥变批砧，铲面桥变单拉，铲底桥变化手，第八式吸手批砧，
第九式，吸手扣颈扎簪。